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掌柜说：“辛弃疾，今天咱们讲第二回《金海陵》。咱们的故事这是停了三天了，对吧？为什么呢？其实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一般事前都是没有稿子的，都是说今天讲我我临时决定说讲一些什么。” 讲到金海玲这儿的时候啊，不瞒大家说，我我突然犹豫，到底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金海玲？肯定的说，咱们说点我的困惑，我也在困惑中。这个故事呢，我如果按照按照情色小说那么讲，肯定我跟你说，听者如云。 喜马拉雅的小编呢，给我提出的建议其实就是这样，你你得讲我们需要的是吧？这样，说喜马拉雅才能推荐你，只有说我们推荐你，你才可能红。我想了很久了，呵呵至少是三天了，怎么讲新海？直到突然记起一件事，记起什么呢？ 这是一个讲给儿子听的历史啊！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听众，尽管说，呃，这个听众最近很少和我交流，但是我的故事他还在听，还是很着迷，并且我听他的历史老师说，呃，他的想法现在越来越新奇了。是啊。 咱们这个故事讲这个故事是有初衷的，是吧？今天我给小孩子开完家长会的时候，我突然记起了这个初衷，那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其实只有一个听众，只讲给一个人听。这个故事将沿着这个标准讲下去，沿着一个老爸的良心，沿着一片苦心呐、啊。 我小时候看过很多闲书，其实呢也也也看过很多坏书，是吧？我我记不得是三言二拍中的哪一本了，有金海玲这一回，那可能应该是醒世恒言，反正当时让我记住这个人了。我们那个时候书里还经常有说此处删去多少多少字，就那种。 金海玲的故事为什么给我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呢？就是这一回干脆是全文删去的，有一个题目下边是一个白纸。你说，以我那幼小的心灵啊，这得激起多大的好奇呀、啊！其实当时看过的很多书中的人物都，都后来都忘记了，但是偏偏这个被删去的人物。 刻在我的脑子里，所以以后读历史的时候，就就对这个人总带着一种特殊的关注，关注这个金国的皇帝。金海陵是一个金国的皇帝，他是金国的第四位皇帝。历史上史书中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复杂。首先，我们对对辽金的认识，我跟你说是很片面的，一般不怎么读古籍的人。 对金的认识肯定是非常负面的。你就想吧，你从哪儿听说的金？《岳飞传》是吧？抗金义，抗金英雄，陆游是吧？辛弃疾。金国的皇帝你知道几个呢？名头最大的完颜亮，完颜亮就是金海陵。大家其实读到的全是负面的。 但是恐怕呀，这是一种片面的认知。其实辽和金，你要细看历史，都是非常汉化的。凡事都怕对比，你把辽和金和元一对比，你就看出辽和金的不同。我是北京人，掌柜是北京人，北京曾经作为辽的南京、金的中都和元大都。辽在在北京建都呢，是最早。 仅次呢是金元大都，其实最晚离我们最近。后来呢，咱们现在的北京呢是在是在明明朝建立北京的基础之上发展来的。明建完北京以后，以前的辽、金、元的都城就都被毁去了，就没有痕迹了。但是我告诉你，辽和金的都城的位置，我们现在很清楚。 为什么？因为史料记载的非常完整。辽和金都是几乎和咱们汉家一样有记录历史的习惯的。其实反而是元大都，这个离我们相当近的都城，让我们现代人其实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准确的定位这座城市的元大都到底在哪儿。其实元大都离我们更近，对吗？ 这其实是因为辽和金比元要汉化的多，他们有准确的历史记录流传下来了。我读历史，我跟你说，我我一般有个习惯，就我特别愿意找一个现代的事儿去和历史去做对比，我觉得你这样你才能其实呃读懂历史。我心中认为，大家怎么看待辽和金呢？这个金。 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当今的日本。我们虽然不愿意，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文化虽然源于中国，但是现在在某些方面，日本的文明要领先于中国。大体上，我跟你说，金国和南宋也是这样一种关系。虽然金国是一个汉化民族，但是在很多方面，确实金国。 金国的那个看似狂妄的梦想，不是空穴来风。金人有什么有什么梦想啊？金人曾经说要成为华夏文明的正朔。金国为此确实是很努力。别的不说，你比如说科举，科举制度在金国的密度和它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咱们汉家。 呃，最高科举一科说出几十个人，是吧？这是，这这是常态。而且呢，咱们通常是三年、五年一科，但是在金国，我告诉你，经常是年年科举。在位十几年的皇帝说有六次、九次科举的，这很常见。而且历史记载了说，说最多一科，金国科举考中了九百多人。这说明什么？ 说明金国汉化的速度，大批的汉族干部通过科举进入金国的管理体系。我心里认为，金国是有一个核心的女真贵族的圈子，但是他的中层、基层干部都是汉人。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和那个清朝，我认为大体上是一样的。甚至于，甚至于，我跟你说，其实百老百姓在金呢、啊，生活的很不错。 真的，我跟你说，真的，要是大家都生活按照咱们的史书上说的，说说金国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疯了，我去参加金国的科举。连年考其实是说明参加的人很多，对吗？但是金国的故事也有金国的特色，毕竟它是一个汉化女真人的政权。 他说：“他内部不可能没有说说汉化过程中的冲突，这种冲突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其实就是完颜亮、金海陵。完颜亮做过皇帝，他是靠篡位上台的，他也是被人说篡位把他搞下台的。他死后被剥夺了皇帝的职称，改为海陵王，所以他后来才被后人称为金海陵。” 很多名人都评价过他，但我认为最准确的评价这位这位金海玲的就是后金的建国皇帝谁呢？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评价我认为最准确。满族人认为说自己也是女真人，是吧？努尔哈赤建立的国家叫叫后金，是吧？心理上，努尔哈赤是这是在这是在干嘛？这是在评论先人，所以其实。 他的评价应该比较慎重，也比较负责任的。这位后金的开国皇帝是怎么评论金国皇帝金海陵的呢？努尔哈赤说：“金海陵是一个走了歪路的人，他败亡是因为他把汉族人身上的坏毛病都学会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承认说，完颜亮。 是一个汉化皇帝，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女真人不认同他的汉化道路。我上回给大家读过，说完颜亮写的一首诗，这其实是一首漏网的诗。完颜亮因为搞极端汉化，被女真的贵族推翻了以后，他的所有的那些汉化诗文都被毁掉了。 毁去一个皇帝啊，一个汉化皇帝的诗文，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汉族的事情，这就能说明金国是一个很汉化的国家。当然，当然，金海明的出名是吧？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汉化皇帝，是因为他的他的私生活，对吗？呵呵 而其实，我跟你说，史书上并没有民间故事那么色情。其实这件事儿怎么说呢？我是认为，哪个皇帝没有几个儿子？何必追究他的儿子产生的具体过程呢？就关上门那点事儿，成年人谁不懂啊？你把别人的这个事儿写出来，这件事儿本身就很八卦。 说还添油加醋。如果你有政治目的，那个叫迫害；没有政治目的，那个叫侵犯别人的隐私权。何必拿拿这种事情说别人呢？我认为，皇帝只要不出宫，怎么闹都是人家的隐私，你管不着。更何况，金海玲做的那些。 那些肮脏的事情，很多其实都是文人变态的想象。我心里认为，金海陵是一个汉化皇帝。他上台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要实现，他下台是因为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多数女真贵族的支持。说生活中说这位大爷有有怪癖，那都是细枝末节，私生活。 影响到一个皇帝的执政，这种说法我们不陌生。哪一个末代皇帝不是如此呢？我们很清楚，咱们汉人要是恶心一个皇帝，是有一个套路的。你了解了这个套路，你再看金史，你的感觉一定是这金国呀，从上到下太汉族了。金海陵，他确实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皇帝。 他是一个篡位的皇帝，金国的开国皇帝是完颜阿骨达，是吧？老王完颜阿骨达，完颜阿骨达死了以后呢，就把皇帝的位子传给了他自己的亲弟弟，这就是完颜乌齐麦。是吧？完颜乌齐麦当了皇帝，这个这个没什么奇怪的。金国女真人的规矩啊，他们草原民族就是这样，哥哥死了，先是先是弟弟当皇帝，是吧？弟弟再死了，才还位给哥哥的儿子 草原民族的可汗就是这么传位的。蜿蜒乌齐麦死了以后，是吧？皇帝的位子回到了蜿蜒阿古达的孙子的手里。蜿蜒阿古达的嫡长子是老五，蜿蜒宗俊。蜿蜒宗俊呢，在死前已经在此前已经战死了，所以，所以他的嫡长子，他的嫡长子就是就是老王蜿蜒阿古达的嫡长孙呗，来、哎、继位，这就是蜿蜒旦。 金海玲和完颜旦呢是堂兄弟，完颜旦是完颜阿古达的嫡长子，完颜宗俊老五的儿子。这嫡长子大家明白吗？就是皇后生的儿子。完颜宗俊虽然是老五，但是他母亲是皇后。完颜亮的父亲就是说金海玲的父亲虽然是老大，但是，嗯、呃，他亲奶奶不是皇后。 当时真正控制金国的人是完颜宗弼。完颜宗弼，这个完颜他是完颜旦的，咱们怎么说？怎么排一下辈儿啊？他是完颜旦的四大爷，是完颜亮的四叔。完颜宗弼你可能不了解，是吧？他的另一个名字，我敢说你肯定知道。完颜宗弼就是金乌珠，岳飞传》里的那个金乌珠。 一四零年，就是就是辛弃疾出生的这一年。这一年其实我跟你说特别乱，这一年是金兀术人生的转折。金国第一个皇帝是金兀术的老爸，第二个皇帝是金兀术的四叔。这个四叔就是搞出靖康之难的那个完颜吴乞买，他和金兀术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咱们讲岳飞传的时候，这一段咱们讲过了。有兴趣的大家，大家回去听听。就反正那一段时间，就是完颜乌齐迈当政那一段时间，金兀术老压抑了，一直到一一三七年，完颜乌齐迈死了，传位给金兀术的侄子，是吧？金兀术因此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到一四零年的时候，金兀术就重新控制了金国的军队，成为。 金国军事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金乌珠，咱们以前讲过，他那个叫金激进主和派，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以打促谈，为了实现啊对金国有利的和谈形式，金乌珠一上台就发动了对宋的新的战争，其目的就是迫使宋朝议和。咱们讲岳飞传的时候讲过这一战。 是吧？这就是这一战是哪一战？这一战就是杨再兴误走小商河那一战。这一场战争中，金兀术启用了自己的侄子，就他大哥的儿子完颜亮。完颜亮那年十九岁，他协助自己的四叔完成了这次战略决战，最终在一一四二年迫使南宋议和，这就是绍兴和议。 宋，纳宋称臣，承认，啊，宋金以淮河为界。金兀珠认为，在当时的世子当中，完颜亮最像自己。就冲金兀珠的这个对完颜亮的这个评价，肯定的说，完颜亮这个时候不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人，而是一个兢兢业业干活的人。 在金兀珠的支持下，随后的完颜亮就一飞冲天。到一四八年，金兀珠死了以后，完颜亮就接替了叔叔的位子，成为金国军事的统帅。第二年，一四九年，完颜亮杀死了自己的堂兄完颜旦，当了金国的第四位皇帝。这一年，一四九年的时候，完颜亮二十八岁，当了皇帝。 完颜亮这个皇帝其实当得很复杂，复杂在哪儿呢？你要是看史书，你会发现，南宋和金谁都不喜欢完颜亮，完颜亮不得人心。这是一个金国贵族、女真贵族仇恨的皇帝，甚至于他他们后来都不承认说这是我们的皇。为什么会这样？ 金国是一个女真人的国家，是吧？金国的贵族是享有特权的。咱们以前讲讲《耶律楚材传》的时候，咱们讲过金国人的特权，讲过这一段。特权其实就意味着隔阂。从完颜亮上台，就试图通过限制女真人的特权，弥合民族隔阂。于是女真人认为这个皇帝。 他的心长歪了。南宋，南宋肯定也不喜欢这个皇帝，为什么呢？一个汉化皇帝，咱们汉族为什么汉族政权为什么讨厌他呢？因为这个皇帝呀、啊，太汉化了，居然完颜亮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只有汉族皇帝才有的那个伟大梦想——统一世界。完颜亮一上台就积极备战。 在汪汪炎亮四十岁那一年，发动了对宋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要统一中国。汪炎亮带领六十万大军，分四路进攻南宋。你听好，所谓六十万大军，当然这都是汉人。金国自己的人，岳飞那个时代，金兀术搜山捡海捉赵构的时候，不过八千人，对吧？这这六十万人是汉人。 这我跟你说，这就是当时那个真实的世界呀、啊！汉人在打汉人。当然，当然，完颜亮遭到了南宋的抵抗，双方在长江这一线陷入苦战。这个时候，在金中都，那些反对完颜亮的贵族发动了一场政变，金国开国皇帝完颜阿骨达老三的儿子。 通过这场政变当了皇帝，是吧？完颜亮这是这是老大的儿子，是吧？金兀珠是老四的儿子，完颜亮篡位的那个那个那个完颜旦是老五的儿子，是吧？老五家的儿子干过皇帝了，老四曾经一手遮天，老大的儿子也干过了，现在轮到老三了，金世宗完颜雍，这就是篡位，这也是篡位的皇帝。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混乱，这种混乱。 就影响到了前线的战争，最终部队发生哗变，完颜亮死于军中。咱们咱们这是讲了金国怎么看待这个完颜亮，是吧？这个金海陵也讲了大宋为什么烦这样一个文化上向自己靠拢的金国皇帝。那我问你，普通老百姓，普通的金国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位皇帝呢？ <laughs> 我告诉你，特别喜欢完颜亮。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史书上不是这么说的呀！史书上你哪儿写着这话呢？你给我找找。我告诉你，史书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呢。你没看到，是你不掌握这个技巧。我下回指给你看。我的故事，我告诉你不瞎说，都有根据。 好了，这一回咱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下一回咱们继续讲。